南投县体育会为了慰劳辛劳的工作人员及单项委员会的成员，日前在埔里镇举办尾牙的活动，勉励各单项委员会明年能够再接再厉，帮助南投体育发展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县政府呢，对咱体育预算嘛增加真济吼，嘛要直接呢呼应咱南投县体育界所有的县体育会，也是镇的体育会各项单项呢，拢总会当过来较认真呢。和咱南投县的体育各单项吼，伫国际比赛好，伫全国比赛好，拢总会当摕到搁较好的成绩。县员吴国昌、林芳瑜、邱文才感谢县府及体育会对于运动发展的付出，也期许未来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咱埔里镇也好，咱南投县也好吼，各种在国际赛事以及全国的赛事吼，都有非常好、非常突出的表现。也希望在我们潘副议长的推动之下，我们南投县的体育会在各项的体育活动都能够蓬勃的发展。我想在提供这个以后，我跟各界各乡镇的体育人士能够再做交流，然后也能够借此也在透过一些讯息，让我们南投县的体育增加更上一层楼。县员廖芷佑、简俊廷也相信，在罗里市长及副议长的推动之下，南投体育运动有更好的发展。在咱罗里市长的带领之下，我想我们会替地方争取更好的一个体育的一个环境。这是一个丰收的一年祝福未来南投的体育界不仅能够在各项比赛活动里面都能发光发热，而且在副议长跟罗里市长的领导之下，让我们的体育更加辉煌腾达。县员尤浩、史庆农除了肯定体育会今年交出亮眼成绩之外，也期望明年能够争取更多的荣誉。大家齐聚一堂，那也不仅为了今年的一个亚运的一个好成绩，大家在这里恭喜。那同时，大家也为了新的一年，大家在今天的尾牙再次的欢聚，也做好准备。还明年，还都一定要在各个体育项目有更好的发展。那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南投县体育会在各个单项委员会能够创造佳绩，为了南投县更带动更大的光荣。县员黄世芳感谢县府及体育会推动运动项目的贡献。县员简千祥则表示，今年接任游泳单项主委，也会为南投县游泳运动发展尽一份力量。在不管在国际赛事、在全国赛事、在地方赛事，都有非常好的佳绩来特别举办这个尾牙来为到各单项的一些不管是推动的人员也好都是非常好的。那南投县一直以来游泳跟田径其实都成绩都怎么说呢，差强人意但是有很大努力的空间那希望县长能够在接任游泳的游泳协会的主委之后呢，我们能够为我们南投的泳界能够尽一份力。副议长潘一泉感谢县府及县体育会为南投运动发展付出的贡献，也期待明年能够再接再厉，在各项体育项目竞赛中取得更多的荣誉。记者陈维一埔里镇采访报道。